当年的蛇口，开山炮声悠然在耳。如今的深圳经济特区，生机勃勃。叫傅玉航，这是我的太太陈淑云，我们来深圳已经40年了，特区建设之初，就已经来到深圳参加特区建设。深圳是靠干出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我自己感觉非常有幸，非常荣幸融入到深圳特区的早期建设当中，并且也和千千万万个建设者一样来享受改革。They're not just talkers. They're doers. 40载波澜壮阔，新征程催人奋进。在新起点上，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永葆闯的精神，创的劲头，干的作风。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，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。